Hello， 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1号啊，请忽略我标题这个2020年的错误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德国市场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优惠信息。首先呢，目前是复活节假期，很多网站推出了复活节的专门的打折，比如像 Perfume Dreams 这个网站目前推出了79折的优惠啊，79折的优惠，覆盖面是非常广的。在这里面呢，我们看一下娇兰复原蜜和娇兰双效精华这两款产品，目前在德国的价格是非常便宜的。我们在 Perfume Dreams 上把这两个产品放入购物车，经过79折以后呢，两个加起来售价是166欧元，这个价格等于1328元人民币啊。在旗舰店，国内旗舰店的价格呢是2910元，在德国呢是1328元啊，连国内的半价都不到。非常值得大家关注一下啊，娇兰的这个复原蜜和娇兰的双效精华，目前呢在德国是非常优惠的啊。另外，兰蔻精粹水150毫升的容量呢，目前呢在这个网站最低折扣是99.5欧元啊，已经低于100欧元了，换算成人民币是899元，可以包邮包税寄回国。另外，我们看到兰蔻小黑瓶肌底液100毫升的包装和小黑瓶眼霜的套装，目前呢在德国售价是125.75欧元，约等于1000元整人民币啊，1000元整。兰蔻肌底液100毫升加小黑瓶的眼霜套装，我觉得这个价格是非常值得的，大家可以跟国内的这个旗舰店的这个官方的价格去比较一下。另外一套套装是兰蔻小黑瓶肌底液100毫升加这个眼精华套装啊，售价和刚才这个套装是差不多的，多了3欧元啊，128.3欧元，约等于1026元人民币。兰蔻小黑瓶肌底液最大的包装呢是115毫升，115毫升目前在德国 Beauty Welt 的网站上面的售价是112欧元，约等于896元啊，约等于896元人民币。这款产品在国内官方旗舰店的售价我记得是1880元啊，大家可以比较一下，1880元，德国售价是896元。兰蔻小黑瓶115毫升。另外呢，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超值的套装呢，就是海蓝之谜焕活精华油30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加洁面5毫升的这么一个套装。这个套装目前在德国最低的报价呢是145欧元，相当于1160元人民币，1160元人民币。我们看到在旗舰店，如果你单独买30毫升的焕活精华油的话，就需要2200元，2200元，而在德国买一个套装仅需要1160元，相当于国内的半价啊，相当于国内的半价。这款海蓝之谜的焕活精华油30毫升的套装值得大家关注一下。另外前几天拍到的海蓝之谜60毫升加15毫升的经典面霜的套盒，目前呢德国还有一套可以发，可以往国内发啊，价格是1900元啊，1900元，60毫升加15毫升的面霜，总共是75毫升，1900元人民币，在德国啊。这个面霜的套装，你如果去旗舰店单独买60毫升的价格的话，应该是2680元。15毫升的价格是800元人民币，所以加起来总共是3480元人民币。在德国采购的话，1900元就可以搞定，为您节省了1500元啊，1500元。另外，在德国市场上面，兰蔻精纯眼霜目前在 Perfume Dreams 的网站上面打79折以后，最低售价可以到达69.48欧元，69.48欧元，相当于556元人民币啊，556元人民币。这款眼霜在国内旗舰店的售价是1080元，大家可以去查啊，1080元，同样的产品，德国只要国内的一半的价格，556元啊，556元，国内是1080元。我们再看到兰蔻精纯面霜轻盈版替换芯60毫升，这是个替换芯啊，它不是那个正装，就是少了一个盒子。替换芯的价格目前最低可以到达110欧元的报价，
110澳元，相当于880元人民币啊，880元人民币。这款替换芯在旗舰店的售价呢是2280元，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啊，2280元，德国只需要880元，省了1400元啊，1400元，非常非常的值得采购，这个价格已经很低了。另外，兰蔻精纯面霜滋润版啊，正装就是带瓶子的。滋润版 Rich 版本的正装兰蔻精纯面霜，德国售价最低到达了137.5欧元，137.5欧元，相当于1100元人民币啊，1100元人民币。国内同款旗舰店的售价是2680元，2680元和1100元的差价啊，足足有1500元，1580元之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款产品德国的售价，寄到国内去也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啊，为您省了很多钱。再看兰蔻精纯系列的爽肤水啊，爽肤水在刚才那个网站上面呢，最折后的价格呢是61.53欧元，61.53欧元，相当于490人民币。这款产品国内的售价是880元啊，880元国内售价，德国呢是490元，490元啊，差了将近400元啊，390元的差价。另外，我们看到兰蔻精纯这个精华乳啊，这是面霜啊，面霜里面的精华乳30毫升，国内售价呢是2680元啊，旗舰店的售价2680元，德国目前最低到达122欧元，相当于978元人民币啊，978元人民币和2680元的国内售价去相比的话，足足差了1700啊，1700元左右。非常给力的价格啊，德国同款是要比国内便宜很多的。兰蔻精纯眼部精华乳啊，眼部精华乳15毫升，国内售价1180元啊，德国目前最低可以88元拿到啊，88欧元拿到，相当于704元，704元和国内1180元相比啊，虽然相差没有那么多，但足足也可以为您省去大概476元的成本啊，476元的成本。兰蔻精纯气垫01号啊，折后在德国最低可以达到26欧元，这有截图啊，折后可以达到26欧元。网站呢是 Beauty World 网站。26欧元相当于208元人民币，208元人民币啊，208元人民币。国内这个同款的售价呢是450元，450元。德国的售价不到国内的一半啊，不到国内的一半。另外，娇兰帝皇蜂姿复原蜜，德国最低的报价目前呢是71.74欧元，就是折后啊，在网站上面打折之后，相当于570元人民币啊。这款产品在国内的售价是1120元，德国呢是570元啊，570元，差了550元之多，差了有550元之多。娇兰双效精华50毫升。德国最优惠的价格呢是折后94.28欧元啊，相当于755元，755元。这款产品呢在国内旗舰店的售价是1790元，1790元，德国755元，足足比国内便宜了1035元，1035元的价格差异啊，大家关注一下。德国娇兰双效精华在 Perfume Dreams 网站上面经过79折以后，价格是非常非常非常优惠的。另外，娇兰帝皇蜂姿抗衰眼部精华20毫升啊，这颗应该是娇兰的新品，我目前呢在国内旗舰店上并没有看到有同款。不过根据经验判断呢，这款20毫升的眼部精华至少售价在1000元以上啊。目前德国的最低价是67欧元，相当于536元啊，536元。娇兰帝皇蜂姿抗衰眼部精华 Eye Repair Zero， 对吧？它是指的是眼部修护精华，折后67.11欧元，相当于536元，非常的优惠。
这里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娇兰帝皇风姿日霜，有一个套装，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网站上面啊，这个套装的50毫升的日霜和50毫升的套装是一个价格，那当然是买套装便宜了。我们看一下套装里面有15毫升的娇兰身体乳，有5毫升的娇兰复原蜜，还有6毫升的双效精华，加上50毫升正装的娇兰帝皇风姿的日霜，整整四件套，折后价格仅需656元，也就是82欧元啊，656元。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国内旗舰店的售价呢，是1300元，1300元和656元相比，德国足足比国内便宜了一半，而且还有3个小样可以附送，对吧？还有3个小样可以附送，它不光是这么一个帝皇风姿的这个滋润型的日霜。所以我觉得这个套装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啊，这个套装的价格是非常给力的，而且它还带一个化妆包。娇兰帝皇风姿的套装，请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说不定哪天就没了啊，非常非常超值。另外我们看一下娇兰帝皇风姿，我们把这个日霜啊套装给它算上，再加上晚霜，一般咱们购买都需要晚霜日霜一套，对吧？目前在 Perfume Dreams 的网站上面经过七九折以后，日霜加晚霜的套这么一套呢，总共价值呢是180欧，相当于1440元，1440元。而国内你去买一个日霜和一个晚霜，在旗舰店的价格呢是2790元啊，2790元，约等于是国内的一半，对吧？1440，2880，现在是2790嘛，约等于德国的价格呢是国内价格的一半。大家不妨关注一下这个套装，非常非常的优惠。好，另外再推荐一下，刚才已经说过了，60毫升加15毫升的海蓝之谜的套装，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的套装，注意啊，是经典面霜，不是乳霜也不是凝胶，就是最经典的那个经典面霜的套装，总共75毫升，目前德国就是我这里还剩一套可以发往国内，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价格，我可以给您发到国内去啊。65加15，总共75毫升，仅需1900元。这个价格您可以去比，在60毫升的官方售价是2680元，2680元加上15毫升的售价是800元，总共是3480元的售价。3480元的旗舰店的价格，在我这里只需要1900元啊，1900元。这个是我之前前几天已经介绍过的啊。当时是200欧元打折的时候买到的。再看一下兰蔻精纯超值套装5件套，这个我是在昨天还是前天已经推荐过了。这个套装之前呢是175欧元，相当于1400元人民币啊，包括60毫升的精纯轻盈版的面霜一个，15毫升这个精纯面霜轻盈版一个，加15毫升精纯面霜的滋润版啊，各一个，然后还有5毫升的眼霜加5毫升的精华，这个套装的价格非常非常优惠，在德国只需要1400元，你随便买一个60毫升的正装的面霜都需要2680元，在德国整个一套只需要175欧，也就是1400元，便宜了一半都不止啊。很可惜呢，今天这个套装在网站上面已经是买不到了啊，这个售价已经变成了售罄的状态啊，无法再下单了。昨天或者前天，买到的人呢，可以说是赚到了啊。过两天到货以后，我会发视频在咱们的公众号上或者在咱们抖音账号上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今天的这个4月1号的打折信息分享呢，就给大家聊到这里。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啊，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啊，我会尽量多的把最新最优惠的信息传到网上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的关注啊，点赞加关注，好价自然来，咱们明天见。